他把那个纸放进去芬达里面摇摇，哇，芬达这边透明的，全部都吸到那个纸上面去了，太扯了吧！来了，哇，就是这个洗衣防染色片，这个花了我91元，这么好臭，没错，直接来实测看看，到底是不是这么神奇？你看这个是不是根本都没变？说不定可乐他们去掉色素，原本就还是这个颜色。我们直接来这个颜料加水，这个去掉颜料之后，应该只剩水了吧？第二张哦，这是什么人？笑屁啊！就任何一点点好像变透明的迹象吗？必须。